颁发最佳观光休闲节目奖。我们来看入围的有最佳观光休闲节目奖，入围的有放乐台南、新永安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、iPlay、嘉禾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、苗栗农有趣、吉原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、遇见台南、三冠网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、嘻哈高雄、庆联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、乐活西游记、新频道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、缤纷台北微旅行、阳明山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好，得奖的是嘻哈高雄、庆联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，恭喜你们，恭喜恭喜得奖者。观光休闲节目奖项获奖是嘻哈高雄、庆联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，谢谢大会。嘻哈高雄努力了三年，我今天终于拿到这个奖，谢谢。首先谢谢今年评审委员的肯定，然后也谢谢中嘉、庆联，长官们给我们的这个机会，然后也谢谢我们辛苦的拍摄制作团队，凯哥、贤仁哥，还有我身旁我们心中最佳的金牌摄影师元哥，谢谢，他也是今年入围之一。然后还要谢谢蓝君，还有我的主持群，以及我的爸妈，还有在后台等我的燕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我们会继续努力做更好的节目，谢谢。嘻哈高雄，耶、yeah!